嗨，欢迎来到大波奇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单击 subscribe 订阅吧，并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。最后，请给一个 like， 谢谢。您的支持是大波奇的动力源泉。2019年4月27日，武汉，郭碧婷出席某活动，她恋爱后满脸都是幸福的味道，现场身穿青绿色连衣裙，梳森系麻花辫。平平无嘴，陆田像温柔又鲜美。下面大家就来欣赏一下这位甜蜜的美女吧。谢谢您的欣赏，如果您喜欢请订阅吧，不要忘记单击小铃铛，这样您会及时收到大波奇的更新，谢谢。